马局长，你真系叻啦！我问你呢个奥华纳嘅嘢嘅时候，你完全唔答，到今日都未答。我攞你嘅 file， 你即刻去报警。我6月12号就要去法庭。原来系咁嘅，为咗呢一个唔好外泄，话俾你唔话俾你听都得嘅。跟住你又可以唔话俾张炳良听嘅。我想请教你哋。边个？我问你啊，你有冇向过你嘅上司系汇报？即系林郑月娥，你两位，你两位有冇指示过你嘅下属喺咩情形之下向廉政公署报？喺咩情形之下唔向廉署呢个公署报？点解奥亚纳偷资料系唔使报警？是不用向廉署报，是个立法会议员我给你去报警。梁国雄议员，请你坐下，你问张。你是什么政府？哪个指示你这样做的？梁国雄议员，请你坐下。哪位局长？发展局局长。根据内部指引，政府人员是应该直接或透过所属的部门尽早向有关法律執法当局举报犯罪或涉嫌犯罪行为。這個亦是我們內部的，我們土木工程確認署的同事按照這個機制予以跟進。多謝。